大家陆陆续续会到我们喜欢会馆来参加我们工会的一年一度非常棒的岁末联欢。那这个时间呢，我先介绍我一下，我是这场主持人之一肖瑞龙医师，大家好。你好，我是肖瑞龙医师，我是一位肖瑞龙医师的排期。我才能够站在这里，我现在是经验，有经验。肖医师多学习，肖医师大家都能够愉快。是，加聪兄等一下也会秀一些东西，所以我们都知道加聪也很棒。那今天首先很高兴的欢迎我们早鸟，算早鸟，我们早鸟的会员跟眷属都不限啊。早鸟到的呢，谢谢大家。第二个，每个人都有个秘密的小礼物啊，这个小礼物到了5:15，这个时候夕阳就慢慢这个眼前可以西下。那我们慢慢暖身，我们请服务员啊，然后到5:15就会进入海角七号的场景。那也会有一些有些梗，那慢慢听到说什么就播了。那到了到5:45，我们会暂停这边的场地。那我们全部大家不要担心哦，今天的晚餐是在室内啊。而且盖子夫人们一定担心，哇，糟糕了，这叫轰哦，省了料头发怎么办啊？是不是？哎，晚上还有更精彩的吗？当然有啦，你的带领之下，我们晚上有。跟男生有唱两首歌啊，还有我们的乐团也有很多精彩的歌继续表演。我们预告一下，我们晚上第一个节目是我们工会现在最大型的啊，萨斯风狂，20几个人，3个月就上台，好，所以大家期待一下。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我们还是很感谢哈，我们是由赖副理事长啊先提早到这个地方，由赖副理事长。简单哦，帮我们讲几句话，也欢迎大家。那6点的时候在室内，我们再请王理事长帮大家致辞，谢谢。好，谢谢谢谢今天两位多才多艺的主持人哈、在座工会的会员同朋友，大家应该讲晚安吧哈、已经快5点了，大家好哈、好。那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岁末的元旦晚会哈。感谢各位特地到来到这个地方哈，虽然这里风大，但是没有沙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哦。那我们马上，因为5:30就开始，4:30就开始，所以我们马上就进行今天的节目哈。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谢谢。旁边备有茶跟饮料哈，有需要用的大家尽量用。好，谢谢，谢谢我们掌声，谢谢我们赖副理事长。那当然，明年3月。赖副理事长就是直接他就是要当我们的理事长。我们谢谢赖副理事长一直为工会的付出，跟未来即将要率领我们。我们掌声谢谢赖副理事长。谢谢谢谢谢谢。那晚上这个前奏呢，我们最主要是请我们的乐团，从乐团来帮我们暖身。那还是大家如果朋友来都讲一下哈，我们这边的饮料是免费了哦。所以刚刚有些提早到的我们的会员跟眷属还不知道，所以又跑到里面去消费，又去买咖啡或饮料啊。你们理事长，王理事长来了来了，王理事长，我们掌声谢谢了。来，请王理事长再跟我们讲几句话一下我们昨天都还到现场来勘察，也参加昨天的一个晚会，昨天完全没有风，那今天可能大家很热情啊。来，是，来，我们请掌声，请我们理事长帮我们支持一下。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这是一个非常别开生面的一个一次举办的这一种我们的联欢会在户外举办，而且这是第一次在西子湾这里举办。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来勘察了一次场地哈。那也参加了昨天晚上的一个那一种跳舞的趴就舞会趴，那感到非常的这地方不错，就是今天其实说起来也还好了哈，
这种天气哈，穿短袖的还可以哈，所以今天说要这个在这里举办，真的实在是我们这个举办的单位心里都没，他们都是一里去祈祷了，第二个去拜拜了，对啦，拜拜今日唔人寒流来，啊今日风唔人伤大，但是今日风有较大些，人拢无风，今天风大了一点，不过夕阳绝对是非常漂亮的，那照起来大家尽量的照相啊，那把这个美丽的回忆留起来，然后传给你的朋友，绝对会让你们非常大家一定会感到说，哎，好像我们拢是十八岁一番哈。希望大家永远拢十八岁，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就节目就开始。我想，我们的 Ben， 也请来的 Ben 哈、哦。那我们不要让我们讲话讲得太多，让 Ben 都没有机会表演哈、哦。那我们就开始哈、哦。谢谢各位。那边有饮料，免费的饮料哈、哦。那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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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谢谢理事长还有副理事长。我们请我们的 Ben 的上台喽。好、哦，要开始准备了哦。洗手间，好、哦，他等一下会有很精彩的表演。那跟大家预告还是一样，5:15，夕阳。那我们进入海角七号。进入我们的房间里面去躲风。好，6:00就在我们背后的宴会厅，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来，我们掌声哦，欢迎我们的三男贝尔，好、哦，帮我们。暖身，好、哦，放暖身，谢谢，谢谢。哦，大家的拍拍棒可以随时用。那到了5:15的时候，再把荧光灯打开，哦，荧光灯5:15打开，谢谢。歌曲来陪伴大家，第一首安排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作品，一首轻松的歌，非常适合在海边演唱。安排的歌曲《谁想听风的我》。
也许不用太认真。守我在雨季，若心若意，谁是梦中的你？月光如你，寻花而去，多少爱慕的眼睛，不远不近。是我动情，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像这粉红色的灯，温柔的燃烧在夜里。谁想轻轻偷走我体温？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牵着你走就已爱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不是做不起我家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也许不用太认真。谢谢我们来自蓝色狂想的乐团啊，那我们今天慢慢大家气氛，这个海景真的很漂亮。我知道很多眷属啊，尤其我像连我太太我都没有找到她，因为好多太太们都躲在可以躲太阳的地方。慢慢哦，还有几分钟太阳就慢慢西下，所以大家这个美景不要浪费掉哈。也希望等一下还在树荫下的，还在室内的。大家也请到我们的这边前台来。那我们也请我们的乐团是不是也自我介绍一下？来，掌声来。大家晚安啊，大家下午好了，大家。很高兴来这边哈。我们的西子湾的日落是算我们高雄的名产了，这个很漂亮。还记得我们就是校园记者，都去这个那个罗罗，以前还有罗罗坑的时候，我们都去那边看戏，泡妞这样。好，我是介成，那今天跟逆环跟两位老师一起来为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哈。那先来安排这个歌曲是经典的西洋老歌，来自于 Bee Gees 的作品，就是 Hurting Soldier。
touch me for the rain. In a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the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something to do.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to be sure of this love. We're living in our fools, breaking us down. We're letting our show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me. I'm leaving you. You know the don't very song. Your light in the deep and darkest. You're my savior when I fall. And you may not think I care for you, and you know down inside that I really do.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And show you how you need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breaking us down. We're all sure tha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m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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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ummer breeze could be warm when you look. There's something new.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You need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With it all, show let us be. How deep is your love? 来自 Beach 的作品。How deep is your love？ 唱得好不好？谢谢。鼓励，鼓掌，有力。哦。好啊，我们来开始带来一些这个奇怪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哈。接下来安排这个歌曲来自于 Elvis Presley 的歌手猫王的作品，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歌手的歌曲。那这个叫做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无法自拔的爱上你。Thank you.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on day. I'm 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 you.很多我们的太太们呢，很漂亮的夫人们呢，都还在室内，剩下可能三分钟，可能五分钟，把握这个时间，请赶快就坐或到我们的台前来哈，不要枉费了这几天，不要认为还有十分钟，我个人觉得可能剩下一分钟、两分钟到三分钟的时间，哎，大家要争取这个镜头哦，这个镜头，那还没进来就位的。都欢迎赶快来就位哈，欢迎来就位。我有看到美儿姐哈，总招夫人到了哈，哎，麻烦到前面来，剩下真的只剩下我们提前戏啊哈，但是这个是很美的一刻。